苏子叶争论最近又在南韩掀起一阵讨论，原来是网友们对于能不能接受自己的情人用筷子帮异性友人分开苏子叶都各有一套说法。而继 2PM 李俊浩果断表示绝对不行，展现了强大的分寸感之后，这题也轮到防弹少年团来回答了。首先 RM 和 Suga 都表示没什么想法，静也说 I don't care， 又不是帮忙之后就直接包饭喂对方。 B 则说觉得自己会简单吵一架就过去了，对比成员们的各种宽容，忙内救国可是持反方，坚决的说不行。안돼안돼왜왜왜왜안돼왜안됐어안돼면을퍼주는거예요그건괜찮아면을퍼준괜찮아그건괜찮은데떠주는거예요근데깻잎은묘하다아그건괜찮은데왜깻잎은왜깻잎한장때리다가선도잡고왜손도안치고눈도안치고그러다가집그러다가나중에결혼하는거예요超可爱的回复马上就在网上引发热议，粉丝之汉原来要嫁给救国这么简单，说我这就去淹苏子叶，救国真的是持续可爱啊。其实之前就有粉丝在他的 QA 里发问， ARMY 帮别家 idol 压住苏子叶 VS 别家 idol 帮 ARMY 压住苏子叶，当时救国就回了一句那干脆别吃了，超果断的直男反应完全笑死大家。그냥깻잎을먹지말자응